然后看不见你倒好多来。哇，还多啊！我把我自己给捞给你哈。你们捞给学校都是啊？双语幼儿园。双语幼儿园啊？德师好点啊？考超越好点？德师。德师好，还是德师好，所以要最起码是德师啊。我觉得眼睛都有点看不准毛杆的了。哎，仔仔眼睛精灵哈，他打得认真个。我怕我开始管不免你啊，几个小朋友打多。啊，我管这才第二回来采。你没来过呀？哦，奥维新那这边弄完搞搞茶。你采几天茶叶了？第二天就在采了。第二天就来采了？这他是老师傅了。老师傅了，人家喊第一天采了好多斤呢？嗯，不啊。嗯。第二天采120公斤。120公斤跑不止哇？八多公斤，喊你来说的清楚。哎，是哪个放这个歌啊？你的很啊，教我很好嘛，我觉得还好听，感觉像刘三姐个了哈。姑娘在吹茶，你给我呀。预备，耶！外面，一二三。看不见你猜我到没？咦，你仔细，还是没有我到。房价哈，几块钱了？2块钱的啦。2块钱。3.2块4。来，这是你的哈，罗伟。要得。哦，稀饭是免费抢哈。啊，是不是给我来免费抢？要得。还是大玩家。饭也给一碗，都是我要收了的。我管宣传一下多一点。嗯，他这个姜还退好哈。嗯。他又是酸菜又酸菜就矮了哈。没得板油，这板油好多钱钱啊？8块。8块啊？有烧米的。一点烧都没得吧？没得，保证质量哈，我们不想倒。要得，只能我拿嘛哈。要得。整个的有好多。这个有在顶住。反正今天这一天喝的还不够。啊。再回来都哈。起来就摔在骨头了。嗯，之前搬油成安呀，打声儿了。给热洗好些。哎，这么多油脂都可以煮汤。这灯儿亮了，亮你拉得起来哇？你听见没看到的？我去烤茶叶儿来的茶子山。你要不要喊我噻？我去烤了，凶得很哟。你又凶得很，你怕烤不赢也在这。有在这就去了，你看嘛，你不喊我。你带班去没得？我留着买下来吃了。喊我，收起，我们就熬油了。要得。掺点水的锅头，倒热。那你烤好多茶了，干嘛？我烤的不我烤不赢人家，他两个不带点回来的。这回已经是抽签儿，我给最贵了，带点。下午一点钱，那种打鸭眼儿。要的。哦。我带点回来，没人分来吃啊。可以噻，下午带点钱哈。油这儿可以撸起来了，要去不？要哦。可以的嘞，可以哦。没事，不怕烫。嗯，好烫啊，哥！这管油又够得起回了。嗯，是管油精低了，你们。我们过年时候煮的油就完起完了，起油太凶了，还没带了，看见。